担心。在松子里面这样说的，唯宁自有赏，泥囊瞪我者，忠贞耶记得彩礼，与共进啊，就彩礼与共进。那么在这里呢，道友们大家应该清楚，前一段时间在略说的时候也说了，我们的这个烦恼呢，一般来讲这个嫉妒心呢。就是对方啊，就是嫉妒心的对方呢，产生嫉妒心的时候，对方呢就是应该比自己高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其竞争性的时候呢，就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这个人面前经常是产生的，然后傲慢性的话呢，就是就是自己呢就是绝对是就是胜过其他人，就是这么样的三种不同的对境当中呢，就是产生这三种烦恼。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讲的是这个竞争性，竞争性呢。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啊，不管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很多的这个社会复杂的团体当中呢，都有一些这个竞争性的。当然，这个竞争当中呢，也有合理的竞争，也有不合理的这个竞争。不管怎么样呢，其实这种竞争性呢，也是是一种这个烦恼。啊，就是大家都，可能在这个平时的体验当中也会感觉得到，就是有了这种像这个攀比别人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就是对别人就是比较的这种心态呢，自己也觉得很难受啊。就是，但是呢，你没有动到他的对峙的方法的时候呢，始终都是存在的。这种烦恼呢，我们通过大乘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断除。那么断除的话呢，在这里也讲了，就是自己就是站在这个别人的位置，别人呢就是放在自己的位置。原来呢，我们对这个这个相等的对境呢，就经常呢，无论是从他的这个才华、智慧啊，或者说是一些名声、地位等等很多方面呢，就是对他有一种这个竞争的这种性。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站在他的位置，然后呢，就是翻过来，就是对自己啊，就进行呢，就是。就是秀这个这种竞争这个性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为恼就是胜过就是就是为恼呢自己这个胜过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人啊，其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泥样方面呢就是相等的，然后这个能力方面也是与自己相等的，还有这个智慧啊，还有一些这个势力啊，以及呢就是各方面的这种功德呢，就是完全是与我相等的，或者呢，就是与我就是稍微这个超出啊，就是稍微这个对我就是胜过我的，就这样的这个对境面前呢，我就开始就想。那么怎么样这个相呢？就是如果我没有这个任何费力就是自然而然争取得到，就是别人的这个对他的这个恭敬啊、礼仰啊，全部让我夺回来的话呢，当然是这是最好不过的一件这个事情了就是我一定要就是这样去修。但如果没有那么顺利就即使通过一些这个争论或者是吵架，或者是一些这个造谣啊等等，就是一些非法或者说是一些各种轻浊的方式来争取的话呢，我也这个心甘情愿呢就意思就是说呢，因为我已经换在这个别人的位置，原来呢就是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想争取获得，这就是我们很多凡夫人呢就一再就是想到的这个事情就我自己呢就是一切这个名扬一切恭敬一切这个财富地位当大，就是这些都是我自己就是得到的。其实呢就是这种这个想法呢，真的是如果我们详详细细的观察的话呢，还是内心当中的一种这个烦恼。
七里称祖德，灵明样世间，可以毕恭的柏林世间文。那么下面也是主持一种这个秀法，我们呢啊，刚才也是把自己就是这个放在别人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就对原来的就是我啊，就是对原来的我呢，就是现在的所谓的他人，那么对他呢就是进行这个修精神性。那么修精神性的时候呢就是左里的就是经里的就赞叹就是自己的就是各方面的这个功德，就是文思修心啊，江边住啊，以及这个世间和处世间当中所有的一些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功德来就是赞叹，就是自己，也就是赞叹自己是原来你对他特别不满的就是这个人啊。那么让这个赞叹的话呢，那么最后的话就是没名这个鸳鸯啊，就是整个这个事件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无数不止，就是他的这种这个荣誉啊，就是他的这种名声的话呢，就是传播于整个世界。然后呢用尽心尽量的这个克制或者是压制，就是是他的这个功德啊，就是他呢就是所谓的就是原来的我啊，就是这个我的这个本来就是拥有的这些功德的话呢，就是全部都是尽心尽量的这个隐藏啊，就是隐藏部落，让世间当中的就是不要说是众多人，连一个人也最好是不要就是听到，不要知道啊。我们有些人嫉妒心比较强的这些人的话呢，一讲到自己的时候呢，就是自己本来就是没有这个功德，无中生有，然后呢，就是自己开始也是就是讲各种各样的这个功德。别人的话呢，本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功德，但是呢，就是他就不愿意就尽量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功德都是不实。其实这个功德也是我的功德，就是有时候。也有这种方式来就是开始隐瞒别人的功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阿底峡尊者也是说了，法鲁自己之国事，不密他人之国事，隐藏自己之功德，宣扬他隐藏自己之功德，宣扬他人之功德，就是已经功德和过失方面呢已经这个讲得非常这个清楚的。因为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些修行人的话呢，就是尽量的这个发露自己的过失，而这个隐藏别人的过失，然后宣扬就是别人的功德，就是然后隐藏自己的功德。
孔子，夫当因吾国，孰拱而废他？你我或大礼，今孰谨而废他？那么刚才前面呢就是功德方面就是讲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过失方面讲。从过失方面呢讲呢，就是因为自己呢就站在别人的这个位置了，那就是所谓的这个我呢，就是原来的这个别人了。那么应该呢就是尽心就是尽力，或者就是全力以赴的隐藏就是自己的这个过失，而且呢就是竖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供养啊就是众人的这个尊重啊等等，而废他。而废他的话呢，就是指的是原来的这个我，而原来的这个我呢，就是应该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个受到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供养，然后呢，就是说出就是他的就是各种过失啊，就过失，然后你我呢已经获得了就是重大的这个力量啊，就是从这个经济上、财产上，就是获得了很大的这种力量，也受到了这个众人的恭敬啊、爱戴啊、这个尊重啊、敬仰啊等等等等的。而他是指的是也是原来的我，而原来的这个我呢，就是不单是就是众人就是没有这个对他恭敬，而且呢就是一直呵斥他、谴责他，然后呢就是他呢就是没有得到任何这个力量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自己原来呢就是觉得是自己的获得力量很重要，但现在位置换完了以后的话呢，就觉得是别人就是得到这种力量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这种情况就是应该存在的。无锡冠王必沦落旧造难，宁属中朝风，尽享功者难。那这个教练呢，也是就刚才就是讲的那个经证了，就是经证当中呢，也有这样的，就是我呢，就是怀着这个非常这个欢喜啊，就是幸灾乐祸的这种心态来这个看着谁呢？就是原来的这个我啊，就是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他。那么他呢，已经遭到了就是非常的这种痛苦啊，就是不管是这个生活上啊，就是吃的、住的，就是什么都没有啊。就如果别人就是遇到了极大的这个痛苦啊，遭到了一些倒霉的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就心里。欢喜若狂，就是开心得不得了。其实有些人是心很坏的，就看见别人就是受苦啊，就在这个时候高高兴兴的不得了啊，就是那有这种这个情况，就是这是那就他
就沦落到这种这个有些乞丐啊，或者是有些非常这种痛苦的时候呢，就内心当中就是升起这个欢喜心。而且这些人的话呢，也是受到了宗人的这种牵制啊，就是冷嘲热讽啊，及其这个毁谤啊，或者宗人呢就是聚集起来就进行这个呵斥啊、谩骂啊，或者是侮辱等等。在这个时候呢，就非常这个心里高兴啊，就我去看一下，看那个人已经都成了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啊，就是原来这个人很骄傲的，就是现在呢，就是是不是真的是已经这个遇到了这种这个境遇，就是很欢喜的去看。其实我们原来呢，就是站在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呢，就是看到别人就是遭到一些痛苦的时候呢，就没有关心过。那么现在我就别人的位置翻过来，自己如果遭受痛苦的时候呢，感觉怎么样？就是这是经常呢就是这样秀，经常这样秀的话，的确也是诸佛菩萨的这种加持和金刚语的这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自相续当中的精进心和发愿心呢，一天比一天慢慢慢慢慢慢，就像是这个就是水桶里面的水啊，就是你没有正脚放在它，放在这个碗面的话，那就是一天比一天慢慢慢慢就是干下去了，就像是这样的。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呢，一天比一天这个建设，就这是毫无疑问的。居云次狂土于与我相争，才貌与会社总行令等我。那么去沃曼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应该清楚，原来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人啊，就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起傲慢心呢？也就是说就自己呢就是觉得是在这个智慧啊然后这个相貌啊、忠心啊等等，就是很多方面呢就是胜过别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下呢，就是你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傲慢呢，就是会这个升起来了啊。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有些人呢有钱呢，就有钱以后呢，就是好像这个特别傲慢；有些人呢，就是自己这个长得比较漂亮呢，就是也就是很傲慢的；有些人呢，就是自己有一点地位啊，就是也是很傲慢的。等等，就是我们实践当中的傲慢的人呢，自己肯定有一份就是就胜过别人的这个特长，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升起这个傲慢，其实这种这个傲慢呢，就是也是可以这个对峙的。怎么样这个对峙呢？那么以前我是这个很傲慢的，但现在呢，就是我站在这个别人的这个角度，以前我看不起的这个人呢，今天呢，就是已经称了就是胜过我了啊，就是胜过我了。那么我这样以后的话呢，就是那么以前的我呢，就是现在的就是没办法就是与这个当今的这个我相比较，就是用这种这个方式。来就是进行修正。
那么这里呢就是说现在事件当中的啊，就是不止这个天高地厚的这样的这个就是愚痴的啊，就是这个狂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愚痴之徒呢啊，就是都像是与我这个相进行这个就是攀比进行呢，就是与我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比试高低，就是这样这个就认为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这是一种梦想而已，就是就被拜日做梦，就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呢？我的这个智慧呢就远远的这个超过他，这是我们一种惯想方法。我们平时也是可以这样想，经常自己就是产生傲慢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就是站在这个地里的这个位置，然后呢就是他就是已经超越了就是自己，通过这种方式来想，我的智慧呢就是像文殊菩萨一样，就是远远的超过了他。那么他呢就像是牦牛一样，就是念一点这个学问都是没有的，怎么会是对我这个智慧上像能比得上我呢？就是绝对是不可能的。然后他的这个相貌的话呢，就是出露如青蛙一样的，我呢就是是长得像这个天人一样，就是非常的这个好看呢、啊。那怎么会是这个从长相方面与我这个相呢？而财富方面的话呢，那这个他呢就像是这个像那个什么乞丐一样，就是就非常这个贫穷。我呢就是像龙王一样，或者是多闻天子一样的。那怎么会是呢？等等，就是有很多势力啊、智慧啊，以及呢就是我们实践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这个重视的一些这个学问呢、啊。知识啊，当很多方面呢，就是就这样比较，这样比较的时候呢，哦，就觉得是原来就是自己稍微有一点这种傲慢呢，其实是这个不合理的。如果换一个心态的时候呢，这种傲慢是这个虚幻不实的，因此呢，不应该就是在自相续当中升起这个傲慢自信。其实傲慢呢，真的是像法智仁波切也是所说的那样，就是切莫自大于傲慢，切莫安中说他国，于虽也莫做亲事吧，就是。不能做的这个三种事啊，就是不要傲慢，就是也不要呢就是暗中说别人的过失，也不要呢就是对任何人就是做个轻视啊。
Om Mandangara Banasadardham